我从来没有跨过这个边界，感觉自己像是个小偷。那愣在外里跳跳，回来我哪能破手机？你谁敢看你的小说？你可跟他说什么话啊？喝水去。我又望到了那张照片，我问母亲，那张贴了名的照片在哪里？这儿有一枚毛主席纪念夹子。哇哦，天安门！30多年来，这张照片一直困扰着我。我蜷缩在母亲的身体里，让人看看都心酸。那走。嗯。他们走了，他们没给家门，没给家。我去了，上你舅家躲去了。你说那时候叫喊声音紧成啥了？受到党内七项处罚，交的罚款相当于他3年的工资。而你们嘞，又对我弟弟完全放逐，就属于是给他放风，变成个野孩子了。那咱不，那咱们都不服气了。我觉得这个家的亲情关系很奇怪。我其实我在里边，我是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一种残余的意味，但是表面上看着又是相对比较和谐。难看的。啊！30年来，黑孩子的伤痛，从来都在心底冻结得很好，但是现在却不受控制的爆发。